骄傲。如果说我开得比别人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一群人也站在巨人肩膀上，孜孜不倦读着前人的精华，书卷奖上总会看见他的名字。恭请润泰集团尹衍梁尹总裁为我们颁发智育奖。授奖。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提出了 E 等于 MC 平方。
方，不过在运动员眼中好像有不同的意义呢。我知道 ，enthusiastic， 热情 ，marvelous， 惊叹 ，concentrate， 专注 ，congratulations， 喝彩。恭请黄宗柱黄总务长来为我们颁发体育奖。得奖的有五四奖蔡新慧、彭丽英、李佩珍。分曾晴、宋文贤，二子甲黄英杰、庄淑龙、严凤杰，特子乙金培华、苏婷怡、周小年，庶子甲赖继维、陈冠通、杨家瑜。杨淑瑜，五四甲庄成玉、郑佑贤，五四乙林俊杰、陈柏霖、孙志耀，双五四林玉婷、陈佩琪、田章静、谢成汉，化学四吴明俊、杨鼎奇、周佑成。杨慧婷、赖建福，公四甲林永森、黄玉纯、郑林杰，公四乙阮正伟、蔡福谦、陈冠宇，财经四林新德、徐百贤、李怡宁，英语四黄静莹、范竹叶、吴思颖，五四甲顾佑忠、林玉欣。周围我自以好人仪李哲宇林国富美柱子徐小琴严玉如黄文焕艺里子胡伟波钟唐云李燕婷运动子林尚德陈义哲陈坤丽佩文、林婉玲、曾俊群、陈琦、林无空，四公子杨俊许、陈环伦、洪院子、唐义胜、陈建腾，燕吉子尤本德、蔡梦成、吴鸿琪、陈振阳，基燕子廖世博、吴伟成、赵时谦，燕子四陈义忠、陈威如、黄韵琪。气管四陈佑廷、郑慧君、王以轩，资管四陈吉、李全德、杜宇慧，会四甲李佳琪、林玉纯、李廷浩，会四乙徐正宇、谢宇轩、陈日雄。谢谢黄总务长，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恭喜得奖者。黄总务长，请回座。颁发服务奉献奖，请得奖者上台受奖。英国诗人萧伯纳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付出的同时，自己也能得到满满的快乐。而在每个人的班级上，有一群小天使，四年来为班上尽心尽力，替同学们效劳。恭请南亚光电王文朝王董事长来我们颁发服务奉献奖。
缘情。数字甲梁尚文，数字乙戴于韶，许可欣。林佳怡，林玉诗，戊子乙叶怡轩，生戊子张欣怡，化学字刘玉海。谢王文朝王董事长，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恭喜得奖者。王董事长，请回座。颁发进修学院进修楷模奖，请得奖者上台授奖。得奖者在校期间学习态度认真，求学精神可嘉，并获师长及同侪肯定，具有务本专精、砥砺学习之杰出表现。足为后学之楷模。恭请许志伟许校长颁奖。
有台经济商业教育教学许静怡，公教系技职行政管理刘瑞玲，英语系应用英语吴金伟。管系国际企业经营管理于荣格，系管系国际企业经营管理叶伟珠，资管系资讯管理庄维良。律系公共事务及地方治理王富彦，辅资系辅导教育教学黄婉婷，教研所学校行政王建富。